真係好想親口衷心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，我又要為我嘅家人、Sammy 嘅家人、朋友同埋錫我嘅人自萬二分嘅協議，因為自己做咗一件不可彌補、不被原諒的事。我那晚的確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，但是我覺得喝了酒不是絕對不是一個藉口去犯這些這麼錯的事。我非常之後悔，看到報道之後，我覺得自己好丟臉、好錯、好討厭、好嘔心，在承擔這個責任那裡，我覺得我要分兩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是由現在開始，我會暫停所有自己的工作，直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，也是正確的自己，去重新去檢視自己，去學做人。第二個部分是在我的心靈上面，我覺得自己不知所為，同埋因為我的錯誤，因為我的行為，而令到我身邊所有愛我的人承受一種咁大嘅壓力同埋痛苦，講聲對唔住。Sammy 有冇原諒你啊，安仔？你有什麼反應啊？會不會報警啊？有沒有違反私隱私隱？阿仔，你怎麼跟 Sammy 解釋啊？怎麼補償給 Sammy 啊？